稍微等一等吧，我一定会给你带来好消息的。大成家，目前陛下都还没有抵达，已经完成禅位了。大成家吩咐，为了以防发生意想不到的憾事，意想不到的憾事做准备的，不只是燕铁他们而已。现在该把玉玺还给朕了，如今朕有意将交付给大丞相的亲政权拿回来。陛下要亲自处理国事是吧？一定要阻止，不管皇帝还是皇太后，全都要伤了。周一至周五晚间六点，白色翅膀结牙翼，齐皇后。